店面，然后以碳烤烤肉为主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灯啊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装修店面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场我们的烤鸭新鲜出炉，新鲜出炉，各位可以排队。哇哈哈，都开奶茶铺啊！已经开了500间添啦，完全不知道啊，真的觉得好，觉得好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噔噔，哇，好鬼型啊！哇！飯盒自動售賣機，哇！真係方便到爆，仲要呢度都可以做到生意，個個都要食飯啊！誒咪呢啲咯。喂，呢度聰明喎，擺喺呢度，成個展覽都要食飯噶。啊，就係好多啲服務嘅。服務啲餐飲業嘅都有噶，頭先見到，頭先行過咗冇影到，連點樣幫你推廣都有噶，即係專係做網上嗰啲，即係二維碼嗰啲咧都有噶，好厲害！哇，真係行到我哋
眼都花埋，行到头先部大疆都冇电。亚洲直播产业联盟，哇，好劲！仲记唔记得边度话要做直播视频嘅创业啊？就系肇庆啦，专系想做直播视频嘅产业。有识之士记得去肇庆考察一下。沪上阿姨都有。系啊，即系好多诶，呢个咯，呢个喺澳元都有啦，呢个品牌。哇，长知识，大眼睛，哇，头先见到呢、這个，诶系喎，嘉义妈妈，呢、這个煎饺王子都好多人喺度。加盟展啊！你睇下佢几多收获，收获丰富啊！全部都系环保袋，但其实入边系咩嚟咧？佢哋都相当之醒目啦，就系知道你都拎唔到咁多噶啦，就整啲噱头，就整个环保袋袋晒所有嗰啲宣传单张、啲资讯掉晒落去啲 catalog。你翻去，你拎得到个环保袋咧，你翻去慢慢睇啦。系啦，入边有啲宣传单张啦 ，catalog 上边咧有埋佢嘅卡片。有埋電話菜單，係啦，有啲仲會有埋加盟幾多費用啦，咁、哦、就寫曬出嚟嘅，好清楚嘅，咁就唔使你再諗嚟諗去咯。哇！我想講真係完全大開眼界，我哋都即刻係同翻阿 Patrick 啊 Jacob 佢哋講咧，哇！我哋嚟咗呢個加盟展咧，大開眼界，因為係好透明啊，所有嘢都係啊，同埋好積極啊。即係你入到嚟係唔介意你係咪真係會做咯，即係唔會介意你係咪真係買佢個plan， 咁你盡量會說服你啊，解釋清楚俾你聽，有加盟費幾多啦，使唔使裝修啦，使唔使邊度有佢嘅鋪啦，邊度佢嘅鋪啦，佢哋營業額幾多啦咁樣。係啊，因為咧，我哋其實頭先咧就又唔可以叫做運吉嘅，咁我哋頭先咧就因為我好中意韓國嘢啊嘛，咁所以咧就見到一間韓國嘅燒烤咧，就行咗入去咧就聽下佢成件事嗰個營運嘅模式係點樣啦。咁但係原來咧佢嗰個公司咧呢、這個品牌就唔係淨係做韓國嘅烤肉嘅，佢仲自己原來佢哋都係會出去考察，覺得其餘嘅品牌 OK 咧，佢哋都會傾個代理翻嚟。然後就再找我們加盟商去做的這樣的，所以我們剛才其實整段錄完的，不過我們回去再參詳一下有哪些是即剪回短一點，因為呢入面的收音呢就當然不是說很好，因為很大聲，是很熱鬧的，入面各個鋪位各個品牌都在宣傳他們的鋪頭這樣咯，所以咧就變相收音唔係好好啊！即大家你可能頭先睇到嘅片咧，都未必會收得好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都聽得唔係好好，因為真係其實係有啲嘈嘅，真係大家當係一個公展會咁，但係加盟版書展咯，書展啊、動漫展咁，其實入邊真係好嘈、好大聲。係啦，咁所同埋係好多佢哋做得好進取嘅位置，即係除咗係都唔理你係唔係想加盟咧，都同你講實成個 plan 之外咧。是試食咯，係啊，試飲啊，最緊要試食啊，乜都有曬。係啊，因為你要試到個品牌入邊嘅產品係好，嗰啲嘢飲嘢食係正，咁你先有信心加盟噶嘛。係啦，咁所以就做得非常進取，佢完全就唔會話即係仲計你錢嗰啲，根本你一坐低想知道想諮詢一下，佢已經好快地就已經即係可能嗰啲總監啦，即係啲係招商嘅，係啊，招商嘅部門咧就已經攞我哋招牌出嚟咁滯啦。即係我哋頭先見到一間咧幾深刻印象。就是港式的冰室啊，係啊，唔係茶餐廳添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而家香港人係更加之要追求要茶餐廳以上嘅就係冰室啊嘛，係啦，同埋再有 style 啲嘅，佢自己呢個品牌係有周邊商品可以賣，而係靚嘅喎，咁咧。
啊，你可以 show 出嚟啦。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大家香港人一定必飲嘅奶茶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賣嘅喎。而佢成個樽咧係玻璃嘅，係啊，玻璃樽嚟噶，好靚噶。咁咧頭先呢個招商個經理咧就已經講咧，我哋都有八卦問下佢，因為我哋都想真係試下佢呢個品牌嘅，即係菠蘿油啊嗰啲得唔得啊嘛？原來珠海咧即將有分店咯喎。係啊。又是澳元喎、哦，澳元商場個廣場入邊係有呢間茶商冰室嘅。係啦，咁咧，所以我哋之後咧，如果即係佢好似即將開鋪，而家仲裝修緊，咁我哋就隨時 update 大家望下，如果嗰間鋪頭真係開咗，我哋就真係實測睇下呢個冰室啲菠蘿油同奶茶可唔可以飲。好啦，但系讲翻正题，拉到好远啦已经。咁但系我哋睇完之后，你仲有冇咩补充啊？你有冇咩感受啊？即系我哋其实都叫第一次嚟睇下呢啲，今次就系餐饮嘅加盟展。系啊。有冇啲咩感受？因为我哋香港一定系冇嘅，即系我哋唔会去睇到。系啊，唔会去睇到，同埋睇到嘅入边就系、是除了你的品牌加盟的範圍之外，品牌以外的東西都會放在個展覽上。其實你如果想需要的東西，即是一連串做飲食生意需要到的東西、嗯、都在裡面可以找到完的。是的，就是譬如你煮餸的器具啊，綠面的器具啊、嗯、杯啊、碟啊，所有餐具啊，那些全部都在裡面有，還有是很自動化和很環保的、嗯、最即係 有一樣嘢最好亦都深刻嘅咧、就是，就係佢嗰個招商經理就講到係廚師方面咧，其實好多都要鋪頭已經係取消咗呢個職位㗎啦，因為一嚟啦，二嚟咧仲轉曬做一個電子嘅煮食，即係冇明火啊，咁、嗯、牌照上面就慳翻好多功夫啦，咁而且簡單咗啦，又燃料又少用少咗，成本都慳咗好多嘅，咁、嗯、樣咯。同埋變相咁樣咧，就會可以方便到更多人可以去做呢個加盟嘅行業，或者更多地方都符合啦。因為你講緊，如果永遠都有要明火嘅話，咁其實好多地方都做唔到。咁、嗯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就係所有嘢都做到越簡單越嗰啲叫做咩啊？系統化，系統化啦，同埋好透明啊。係啦。咁我嘅感覺都係差唔多咁樣，因為我當初咧估計咧就係我加盟展咯，好多品牌出嚟去賣自己個情況，即係賣自己個品牌有幾勁咁樣。咁當然係要啦，因為我哋如果即係做一個加盟商嘅話，我梗係越清楚越好啦。但我覺得好貼心嘅就係成個供應鏈都有曬、嗯，即係包括即係頭先大家睇片都會見到就係、是。出面嗰啲包裝袋啊、飯盒啊、仲有咩燈箱啊、杯啊，嗰啲全部有曬，即係變相就係你係一個完全唔識嘅嘢嘅行入嚟，已經有非常之多嘢可以研究。仲有設計公司啦、啊，門個店鋪設計公司啦、啊，你如果有自己想要嘅 idea 嘅話，可以揾嗰間設計公司同加盟店商量啦。係啦，咁即係變相我哋完全唔識嘅就可以大開眼界啦。即係加盟品牌又可以即係大家去交流一下啦，有、嗯、多一個平台啦。咁所以就大家之後通關都可以去留意一下，有類似咁樣嘅展覽咧，都可以嚟睇下。我哋今次就係嚟廣州，深圳都有好多嘅，然後珠海暫時就未咁多住，應該等到嗰啲會議展覽中心開曬咧，咁就嚟了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哋珠海過嚟過嚟廣州都好方便嘅啫。同埋頭先都有講過啦，月尾又有一個加盟展啦。嗯，我哋又會應該會再翻嚟睇下嘅，點解呢？因為仲有一個同期嘅展覽係咖啡展，冇錯。咁所以我哋應該都會再嚟去睇一睇，究竟哇喺國內嘅呢啲展覽個規模可以做到幾大呢？好，有冇補充？冇啦。好，咁就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今集就係啦，到呢度啦。拜拜。拜拜啦。博士建議可以透過 V 加平台見識更多大灣區，先體驗再創業，所以現在先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見面。大家好，我們是 V 加創業的 Phoenix Anthony。 想知道在大灣區創業有多容易？
就继续留意我哋创业二啦。